本场我们只揭晓前四名的歌手的排名。第一个进入前四的歌手，以演唱经典作品的方式打动了我们现场的观众。经典，腾格尔，花花应该也算经典歌。Jessie J 的也是经典歌曲。对，因为相对于其他的经典 ，Jessie 这首经典对中国观众来说不是那么普及熟悉。对，没那么熟。第一个以演唱经典进入到前四的歌手是。谢谢。哇！哈哈哈哈哈！Jessie J 今天因为他自己觉得发挥的特别特别不好。他跟我说他是第五、第六、第七，我说你在想什么？然后他一直觉得今天要被淘汰了，他特别紧张。No way！ I was convinced I was going home this week。他以为他要回家了，紧张的要命。那么第二个进入前四的歌手。他选择了用大家熟悉的摇滚作品震撼了全场，有四位，对，四位啊，花花、汪峰老师、鹏哥老师、赵涵，也是一首摇滚作品。第二个进入到前四的歌手是鹏哥。哇！呜呜呜呜！谢谢。第三个。进入到前四的歌手，也是用摇滚作品打动现场观众的。那能再透露个信息吗？他戴眼镜吗？没事，开玩笑。关于他戴不戴眼镜，我念出他的名字，大家就知道答案了。知道，等于没回答。第三个，进入到前四的歌手，他就是。汪峰，戴眼镜，知道答案了，戴。